各位同心，大家晚，大家好。好哦，今仔日大家吼，这两天吼收获良多，我安尼看大家拢足嗨嗨，足欢喜安尼，精神真好，真甘心吼、哦。啊，这节我的课吼、哦，本来我是昨仔啊，啊因为我妈妈住院，啊我去啊发落伊诶二十四小时的看护的问题，所以我昨仔就无法度来上课，我才要来啊、哦、接这个时间啊来上点半钟的课安尼。咱这节是要讲。预算的编审跟执行了哈，啊，我无甲国务司，无甲教务长讲，我昨下节预算编制实务，啊，再个改做讲编审跟执行哈，差不多了哈。啊，咱张，吼，张那呢，张议长就甲咱讲一挂会计原则甲审计原则哈，啊，即内底讲到恁呢政府的预算这部分是较细腻。哦，就是预算怎么编，然后将来怎么执行啊？最后阶段才是伫这个上面，这中间哦，所有的资料拢是有会计原则底下啊。最后的阶段就是审计，看伊的决算哈、哦，做了好啊，吼对啊，唔对啊呢吼。审计就是那像讲一款审查吼、哦，看你做了好唔好，啊那做了不好爱修正爱改安尼。啊，咱的预算理论是足济。最早期的就是叫绩效预算，然后因为工商界预算是拢有一个计划设计预算制度，啊，佮在国防部美国的国防部修正，感觉讲足济计划要安怎做，会当做袂当做，爱评估，这个事先的诶，这个评估吼，爱费足济时间、足济精神，啊，收集足济资料，啊，然后来。哦，评估讲，这做嘞有效率、有效果无？做落去先有啥物正面的贡献？啊，成本爱偌悬？哦，所以到尾就有一个叫做 Planning Programming Budgeting System， 哈、哦，叫做 PPBS。但 PPBS 以后嘛，发现讲有一点啊，执行上有一点啊，这个缺点，就是讲，一直做嘞，逐年拢安尼做，逐年安尼做的时阵，啊，有诶单位根本就是无效率，也是讲无必要啊，因为。功能性的工作，功能性的这个功能已经终止或者没有了，所以就给它结束起来先哦，所以就要产生什么零基预算，哈 ，zero base 诶 budgeting 啊，所以即摆一般来讲，咱要停留在这里设计计划预算制度的 PPBS， 但是伫美国先 PPBS 以外，佫加一个零基，所以美国的公务员唔是铁饭碗。这个单位招了一些公务员来工作，给他薪水。同时呢，在他的薪水里面，马爱交失业保险金。有一天，你这个单位都无功能啊，所以都要解散啊。啊，咱这的薪就解散了，给杀到对倒去啊，到处给你杀，杀去啊，迄个所在无需要这个人，嘛给杀去，啊去安尼啊薪水，所以浪费足济人事费用。特别讲，唔是安尼，即个单位哦，某一个单位。伊个功能，伊个丧失迄个需要，丧失他的需要性，裁撤假人怎啊失业，啊怎啊去领失业保险金，啊再去找头路，看到一个所在需要伊，伊再去 apply， 就申请迄个工作。来申请的时，嘛得要什么人 recommendation， 爱推荐信，你原单位的主管一定要写推荐信。你如果在这边扯烂屋，下个单位的人没有要接受你了。我们这边哪里有这种事情？你要找工作，我民定拢写就好听，水兄弟啊打混打混，哦，啊嘛是遭遇白的单位，佮打混继续打混，从考试进来，高普考进来，就是铁饭碗、金饭碗，一直到他怎么样？到他60岁退休，要给他18%，哦，这足不公平吼、哦。所以这就是讲吼、哦，咱看先进国家，现在有效率、有好效率、有效能，落后国家现在无效率、无迄效能，就是安尼。那像我伫美国读册时，我拄去的时吼，足侪拢毋捌嘞，啊，我就定去问一个阮的系主任的助理，哇，我足歹势，某某先生，我几乎逐工拢来找你麻烦，我足歹势。伊讲吼，我足欢喜你来找我呢，啊，我想啦，因为你若拢无来找我的时吼，啊，系主任想我拢盈盈嘞，啊，怎啊甲我 fire 掉？我就无头路啊，我就无收入啊，就是这样子啊，啊，咱毋是相反。哦，你讲较早的时，两蒋时代的时，足是公务员啊，车碰车，去买水果，哦，办公室找无人，
你基层的人，咱讲有足要办代志的时，都找无人，都在遐等等等，等下来，佫甲你啥？哦，怪讲你这个袂下啦，你迄个袂下啦，我甲你刁难啦吼。这个在美国没有这种事，美国的公务员呢，拢真敬业，因为伊若无敬业，伊是偏的心，这个单位呐猜测，伊要找别个所在的工课时，这个主管就讲啊，这个人无效，啊无效，伊就弄无头咯吼。所以这个物件，咱讲 PPS， 我先讲原则啦吼。编制这个预算的原则是讲有经常收支跟资本收支并列的原则，所以咱有经常账跟资本账。哦，经常账就是讲经常收入，就是讲咱的经常会收的税扣收入。哦，啊支就是讲你经常支出的人事费、业务费、旅运费这种爱编的。哦，啊资本账就是讲咱去这从事工程建设，这编制国家的资本。哦，那像港埠设施、飞机场，哦，啊是道路、学校、公园。哦，啊是房舍，新建这个公务员的，这个房舍啊，和一大大大一离开了都爱交出来，爱交别人去用嘿，这個、房舍，这是资本支出。啊，资本收入就是讲有的是，那像讲咱即摆做一个桥，那像张议长讲讲，塞一大桥，甲阿拉伯沙烏地阿拉伯借钱来做了的时候，咱就收费。哦，经过一台车爱收十块二十块。收收的这个钱就是资本收入，啊，你去建设这个桥的钱就是资本支出，安尼吼，这是咱拢爱并列这个物件。这些原则就讲财政收入跟财政支出要相等的原则的平衡，平衡财政吼，就是财政收入要平衡的一个原则，吼，而且就涉及讲到底你是要量入为出，还是量出为入，吼，财政学派拢讲我们要量出为入，这个我不反对。哦，但是你为入的时候，你不是一直去举债，哦，在那个哦举债范围之内，一直举债，到即摆已经超过哦上悬了，哦，啊，所以我跟因看法较不敢看，我讲咱应该有些政府是可以量，有些状况可以量出为入，比如说战争发生啊，你有怕呀？这场战争借钱嘛，就来借钱，啊，是讲这里灾害发生了。为了要弥补灾害，去重建的时，你无法度，啊就啊借钱。但是平常无贷无钱的时，你就想尽量是量入为出，量入为出，你才有可能存钱。吼、哦，我收是两条，我整个国家一年开税就是两条以内，这不是不可能的，安尼不可能，不是不可能，是安尼讲，就有可能发生的。因为自日本时代，咱所有的地方财政都是健全的。1937年，我看了沙山的迄个财政状况报告，沙山是。中华关迄个二林地区，古早叫沙山、刷山就对了吼。年年都有结余，然后把结余什么缴给总督府，伊是啥？迄个时阵都，东北啊，日本伫东北有咧用兵需要钱，所以吼、哦，咱地方的政府拢足欠的。啊，预算编落去吼，假设来编1000万，这个工会做过了的时，上加吼才开800万，拢有剩200万，拢有剩咯。但是1945年以后就无够啊！吼、哦，咱的财政拢无够，地方财政拢无够，无够的时候，由省政府一直甲补足，补到1987年解严之后，吼、哦，啊，搁在1999年的时候，省政府经营了，吼、哦，说怎啊？地方政府说怎啊？哦，我别开，吼、哦，啊，怎啊拢不平衡？因为过去的时候，中央集权的中间。你财政无平衡，我中央还是讲省，给你补助较高，爱用一条边控制的方法，你的收支都要有核准。既然经过省政府核准以后呢，如果有不足的地方，省政府就补贴到够、啊。所以吼、哦，那看蒋经国时代，为官六席，就是那县地方的张三层或者张两层，为什么？伊只要面顶补助来，先两层两城先放到落地底。啊，村内开起开开嘛是也差不多平衡，吼、哦、啊，所以越多的补助的变成越多的贪污，所以有一个人，吼、哦，伫迄阵也未精神的时，才20几年前的时，有一个人甲先即提甲去互蒋经国知影，所以这个人就最后去互冰冻起来做馆长的中间，拢是上少提两声，落落得地的，村内才去做建设的，吼、哦，类似这款的，所以这个中央集权的过程就真缺点，
啊，另外就是议员无咧把关，议员嘛希望讲伊县长去争取较侪钱咧，啊，然后计划创啊侪咧，创啊大咧，啊，所以因就继续包工程，啊，拢趁食拢趁济。议员选举的时候，像讲我咧做局长的时候，有一个议员讲，我开四五千万去选举，才当选议员，你煞袂堪要罚骂两句啊？你看我这样议员，哦，甲我发起讲，啊，我开四五千万去选一个议员，啊，我甲你发起到对，我开四五千万呢，哦，类似安尼吼，啊，这就是咱这里吼，也算讲议员的水准无够高，吼，啊是。笑掉人家的大牙了，这第二个关键，第三个关键，一本比大一，也在咱迄、那个，咱曾言哈，咱法务部长哈，曾庆言伊讲吼，要认识一本比一，因何里讲义来第五吼，第十四啊，迄、那个吼，一本比要大一，而且越大越好嘛吼，安尼才比预算腐烂了哈，所有的一本比小于一的，我们都要舍弃，就把它放弃了，不要做哦，啊，一本比大一很多啊。一本比大一很多的话，你要顺序按照顺序排列。等一下我们会讲这个整个预算编审的这状况哈。一本比一定要大于一，哦，啊，当然一本比怎么估计，我们在底下成本效益分析的时候会讲。第四个原则的工要替代方案并列原则。哦，那像讲这个大溪经过一个都市，这都市足大，一个桥尔都伫中，啊，但东区哦发展较足紧的呢。人口一直增加，人口一直增加，所以所有农地拢变成建地啊！哦，人口增加足济。但你若是西区的人吼，要来去东区的时阵，你当然也是港宽平都无问题啊，港平拢无问题。这个要画图，所以我上课都要画图，就是这样一条河，在这个有一条河，有一个桥，这边是东区，这边是西区。那是西区要过来也无问题啊，这边要过来加的时吼，这边要过来加的时吼。也是这边要过来吃的时候，哦，坐你这，这边才要坐几家来，哦，很费时间的呢。才要坐过这边也很费时间的呢。啊，所以在这个时候要做一个桥的时候，哦，你就要估计，哦，你就要估计，哦，做这个桥，替代方案就是说，你要做一个桥呢，还是要做一个轮渡，来比较看看。啊，然后，假设说要做这个桥，要开足多钱的，哦，啊，若是创一个轮渡的，可能开较少钱的。啊，所以哦，就是说那是决定要做一桥，上少嘛爱提一个方案，讲，我那是轮渡的时候，用渡轮来咧渡这个迄落的时候，那像做一个运河同款安尼吼，有一个渡轮渡船头，爱先会渡来渡去安尼就好。那像咱只讲淡水河哈，河口迄个所在，是不是要做一个那像官渡头安尼？啊，那无先淡水的迄、那个淡水之外，有一个游乐区，就是讲淡海迄个所在，淡海迄个所在，要去来个这个官渡。然后再搁设个八里的一个老一个设所在的时，啊，即种费时间，啊，所以足侪人讲建议讲，都怎啊对海口迄、那个吼，怎啊对八里上老一个所在，啊，甲迄个淡海，吼，甲淡海较过来者，过去的淡水港，就是讲淡水的迄个鱼市过落遐，吼，特别去淡海迄半岛遐，啊，就做一条桥，啊，唔足好势，吼，啊，即个无的时拢用轮渡嘛，吼，拢对迄个淡水的鱼港遐。渡船过迄个关岛迄边，啊，所以咱就来评估讲，究竟是继续用轮渡较好，还是讲要来做一条桥？哦，啊，即摆就爱提出来，来予议员来这里核定，哦，就是讲行政单位讲，我想要做这个桥，哦，啊，偌济人，知影讲到底是偌济人，一工内底偌济人，伫遐经过这个关岛足无方便呢，啊，时间浪费，金钱浪费。油浪费吼，这样呢？啊，若做一个桥先，会安怎都安怎，会省偌济都偌济吼，这就效益啊啦。吼，时间省偌济，金钱省偌济，油省偌济，这样去评估，这样实在可以计算的，叫做 tangible 这个效益吼。啊，那用 tangible 就讲，景观会安怎吼安尼吼？啊，做这个方案，而且呢，提出来就讲，假使我若无安尼先，我要有遮济人来流动的先，爱偌济船，吼，爱增加偌济船，爱开偌济钱，完了兵力。和迄个参与员去做一个选择，这是替代方案并列原则。过来你看财政收入的估计，一开始年度计划特别开始以前，都是爱先去估计，哦，这财政局、财政部的工作，都爱去估计税客收入偌济，非税客收入偌济，哦，
这税个收入得爱叫啥？叫国税局，哦，地方的税捐处。将来咱的各地方的税捐处是迄个地方的州，哦，市长、州长，哦，去管理，郡长、郡长啦、市长、哦、州长去管去管这个诶个税务税务单位，哦，啊，假使讲州长那想要讲预算收入才偌济，才一百亿，但是需要开偌济，开百二亿，这二十亿要安怎来？要加税无？还是要举债，还是要加税？伊要做一个决定。啊，若加税先，嘛是爱议员来通过，吼、哦。中央嘛同款，咱要做一个大计划。那想讲，要到这个南投做一个啥国际航空城，要扩大六千公顷，即块范围真细嘛。现属于县政府顶咧设计要做六千公顷的国际航空城。啊，这国际航空城的先吼，究竟要做唔做？吼、哦，要做落先爱偌济？假使讲2000亿。哦，啊，爱心无够呢，吼、哦，中央上计讲啊，我真上计会当筹备1500亿，啊，你管府会当，哦，通关通市会当，啊，筹备500亿无，吼、哦，爱心即当阵啊，通关讲无，我正上计只300亿，啊，只200亿变怎？国民啊讲可以，会当扣税，我扣2档啊3档特别税，叫做 earmark tax 目的税，就是要完成航空城市计划的一个税，哦。啊，对上面可以附加，还是讲另外课别的这个税目，让我当 create 就是创造一个新的税目，还是讲对旧的税来附加，那就房屋税附加、地价税附加，因为你做得了，你经过通关的土地计销弄起来，啊，所以地价税附加，哦，附加10% 或者20% 或者30%，目前的规定是最高30%，但是先进国家地比高的先不止安尼，我给你加一倍，你若落同意的先可以，我一单过来收购。后当就无啊，啊，所以民众来决定，啊，就代议士的参议员来决定安尼。好、啊，这是收入的先税目，啊，税目的先会当有当时要有新的税目，要有当时旧的税目不合理的爱改去掉，哦、啊，这拢是财政局的工作，财政局一点加啥税管处是一贯的。哦、啊，啊，台湾上差上歹制度就是啥呢？有一个地政局，在美国的话，地方的地政局是属于财政局管的。没有所谓地政局，伊叫做啥？伊叫做 assessment 或者 assessor's office， 就是土地估价的一个办公室。那个 assessment 的这个 officer 那个官员呐、啊，要受财政局长的掌控，所以税捐处的官员跟地政局的长官都是财政局底下的人，哦，所以当市长或者是个县长或者郡长要求说增加100亿的税收，或者是哦100亿或者50亿税收。那就财政局来估算一下，我今年要增加100亿或者50亿税收的时候，我的地价评估要提高多少%？税率不变的时候，因为不太算变税率，但我的地价怎么样评估？因为经济发展的经过，人口增加以后呢，我的土地就涨价了。一旦涨价，我应该随时跟着提高。本来讲那个市价，哦，平均的市价大概是一坪是10万块，那我要增加50亿的税收的时候。我要提高到多少？我的评估的市价要提高多少？比如说提高20%，提高20%，啊，10万块变成12万的话，透过12万这个税基来课税，就可以增加50亿的税收。经过这个估计以后，就提出一个计划给这个市议员、参议员来核核，说：哎，我要提高市价20%，然后就可以征收50亿的税收，来完成整个大计划。哦，可以不可以？可以的话，通过那就开始实施了。啊，所以哦。安尼是足紧的，但台湾呢不是，地震就不可以啊！哇，你跟我提高这个评估价格的时候，人家会抬棺材来抗议。我上任局长的时候是1年半的预算了，马上就出缺多少？那欧北边你知道吗？我们的财政能力只能够一年只能够顶多320亿，所以我跟县长报告说，我们的执行能力经过这个研究的结果，过去10年执行能力一年顶多是320亿。一年半顶多是480亿，所以你现在呢要求怎么样？在我们财源只有390亿的情况之下，你要求变550亿，我们就亏空，马上有赤字165亿，没有办法做。用表格国家来争取中央补助，结果一个补助都没有，好、哦，一个补助都没有。我已经开始有附案要怎么样解决问题了，哦、那我就所以在执行上，等一下再报告，就是说我就把它分3起执行、哦、然后后来还是没有赤字，没有赤字，啊、哦，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啊，等于说。税收这类物件，我们就原来咧想讲，
既然哈、啊，既然我们一年半里面呢、啊，我们裁员短期160亿，我就从地价税来想办法，土地增值税来想办法。所以我就讲哈、啊，把迄个土地评估的价格价值哦、啊，一般来全台湾县的平均水准不到10%，一平来10万呢，扣我10万，迄评估价格啊，课税基础啊，地价税税基叫做这个公告地价到10000。哦，龟山有一块地，室内的土地1坪2万，1坪2万，结果他的评估价格只有200块，1%，永杰的这税基当然税无税啊。我怎么给税监处建议，我们开始研议一下，如果我把整个 10% 的全桃园县的这个 10% 的这个公告限值，公告地价占地价，公告地价占市价 10%， 只有 10% 的这个公告地价把它调高一倍的话会怎么样？调高到20%的话会怎么样？发现什么？我一年可以收多少？征收80亿税收，哦，80亿税收就超过什么？超过中央给我的统筹分配税款，中央给我的补助款，总共只有73.65亿。我只要把我的土地的公告限值加一倍到20%的时候呢，整个的桃园县的税收可以增加80亿，来不及。表示你20000块的物件，才扣200块，我才给它调高多少？调高到400块尔呢？哎，那还要求？结果地震局怎么说？地震局有一个地价科嘛，地价科就来抗议了啊！如果按照蔡局长这样讲的话呢，哇，这人来抬棺材来，我地震局抗议呢？啊，所以官长就惊到要死啊！伊外行啊，外行，我讲200块变400块呢？嘛，少个啊，200块、400块，才2%尔，对不？1%变几%安尼尔，哦啊，所以不会了解，哦啊，不会了解，所以整个来说哈、哦，这基本上得用地震学派哈、哦，对 assessment ratio 就是评估比这个物件观念不对，而且我们的评估比完全错误，安尼错误，这个要非经研究没有办法理解，不是只有很多你们不太清楚，就是连地震学派的教授或者财政学派的教授都不知道，这是中心点，是中心点。一坪如果是10万的话，按照地质曲线，它一直往这边延伸，往这边延伸的时候呢，这边可能变10000。按照道理，你如果是这边是10万的话，这一个圈从中心点的等距离1公里，这一公里的过程，这是一公里，到这里是一公里，哦，一公里的过程在这里，你这一公里。这范围都是10万块的，所以你的公告地价一定要一样的，公告限值一定要一样。比如说公告地价，如果是都是10%，那么这里应该是10万块的1万块。如果是50的话，这应该是5万块哦。这个里面的公告地价，公告地价的比例是50%的话，那就5万；如果10%的话，就是10000，这样子才对啊。公告限值呢，我们是公告限值跟公告地价是完全不一样的。公告限值比较高，这里从来没有看过 50% 的，大概只有10-20% 而已，甚至1啦，从 1% 开始起算， 1% 到什么 10%20% 这样，所以总平均大概是 10%。 现在公告限值呢，它是大概 20% 一直到大概 60%，所以平均起来大概只有 40%， 在桃园县是这样子。你看，这个是平均是 10%， 这平均是 40%， 所以公告地价这么低，哦，公告地价这么低，你的税收根本就不够。按照道理是应该，如果是50%，这应该是5万。结果呢，不一样的地方就不一样了。同样这一条地方它是市中心区，这里可能是5万，这里可能是10000。为什么它是课地价税的？欸，这管理完大的所在，你哪会来变成5万啊？欸，这我的派，我的仇人说要调较高的，哦，啊，这我的好朋友调较低的，这一万就好啊，还是讲自己变一万，安尼，公告地价嘛随时调整啊，啊，就不公平，我顶下讲过啊。中立的眷村啊，改建的时候啊，隔一条路对平公，一平公公告地价公。哎，市价10万嘛，啊，公告地价才6万啊，8万，啊，建筑内底公告地价嘛应该才10万，给我去农村才偌济，才改平公告地价平1万，伊来扣税啊，哦，
啊，因只要改建的时候，因就先评估，评估结果呢是一万补偿费用才偌济，万四。啊，那三十平的土地，才分四十二万两个尔。我四十二万，我要来去买我的厝嘞，无可能啊！即使家己有储蓄，冇白提出来，就要对这个补偿内底摕到钱来去买建筑。所以，地管政府就给调高到十万，市价十万就回十万的公告地价。啊，然后开始征收，他就拿一平拿14万，一平拿14万以后呢，三十平就拿420万。房子盖好之后呢，买那个房子大概350万、360万，哦，整个盖好以后，过两年他说要卖了，要卖了。哎，你把我的公告限值弄得太高了，这个增值税不得了，要跟我降下来。为什么以前1万，现在是10万？我当时就想说，把它真的调到1万、2万了。另外，谁在调呀？可以高可以低呀。安尼也是赢，安尼也是赢，弄伊个道理，哦，没有一个标准，所以哦，我们的税收哦就很常常被扭曲，就在这个地方了哈。税目可以创造哦，税目哦，因为因应整个社会经济的变动可以创造啊，税率也可以改变哦，那随时随地，王建新公司他愿意当什么？不想当监察院长，要当财政部部长，给他两年，他就要征税，哦，加课税、客户人税什么什么的，啊，保证什么呀？保证这个税制是很好，可以永久做下去。这是鬼扯淡，没有永久的税制，税制要根据什么？你社会经济的变化而有改变，在税目方面改变，在税率方面改变，在税的结构方面改变，都可以做改变，使得你的经济一直能够蒸蒸日上。通常3年5年就要检讨你的税制，3年5年就要检讨你的税率，3年5年就要检讨你的税务的结构，哦，安尼这里经济才会进步，哦，就税收入面方面是非常的复杂，而且每一个税都不一样，哦，每一种税对每一个影响，对你的经济行为的影响，对你的经济的行动、投资活动、消费活动都有不同的影响，所以税的问题，有关财税的问题，特别是税的问题。不是像货币一样那么简单，所以懂货币理论的不一定懂什么懂税，因为每种税它的这个对个别每一个标准个人的这个行为的影响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很热的时候，我把这个脱下来一下。你税的问题，哦，经常收入的问题。那至于非税收入的话，就像罚款，哦，违约罚金啊，罚款之类的，哦，特别是那个违建的罚款，我们在这个中华民国体制底下看到很多光怪陆离的事情。公务局去拄着什么？拄着那款违建户啊，一罚就罚300万呢，啊，工厂违规啊！看走，吼，哦，走去当铺，啊，阮通知单寄去拢无收到，啊，2年啊、3年啊，吼，你我倒转来，无罪，免罚啦，失去时效，有这款的公务员啊，啊，所以就是讲，因在地人做公务员，啊，维护地人，啊，罚单开会，吼，哦，可是某甲开罚单，啊，问伊讲叫看走，安尼，咋个无看人？哦，啊，罚单开始拢无收着哦，啊，我拢无收着，我唔知啊，哦，我当时就离开啊，啊，有证明无？有啊，阮引导人讲，啊，伊都当时就走去，都我拢唔知，拢无联络啊，哦，逃税，哦，这款的情形，哦，逃掉这个避开这个处罚的对啦，啊，是非税负担嘛，就简单请问，路边停车收费也是非税的那个收入啦，这个东西很多等于讲，那地方政府足济通收的啦。那像讲公园管理处嘛，迄个进入去迄个特别风景区的迄款的入门票，这嘛是收入了哈。啊，这拢咱理财将来理财的重要财源之一。我讲这讲起，因为恁参与员唔免捌遐济啦，行政官特别是要当财政局长的，一定要懂这些了哈。过来资本收入，哈，资本收入的一个我头先讲的讲，啊，我有自强性的建设计划。那像讲吼，板桥的花博，伊嘛是自强性建设计划。但你看，
迄、那个侯伯村、侯龙斌，伊办只花博开150多亿，有偌济收入啊？比如说138亿，当中开138亿吼，啊有收入偌济？8亿，8亿啊！做回你13亿嘛，无甲10%呐。啊，另外一个 case， 彰化县在2004年办一个花博，哇，全台湾拢走来，全国拢走，全台湾国拢走去甲伊看，足济人安尼，是不是就塞车塞得不得了？开2亿办花博，隆重馆长赚偌济？你有看吗？200万，2亿才赚200万都1%，1%，这个也不对。所以我有写文章甲批评，吼、哦，对啊，吼、哦，伊分比差太远嘞嘛，啊是安尼安尼，馆长甲联合部，馆长甲民事合作嘛，啊联合部摕足济广告费去啊，迄种无限量的足济钱拢因摕去啊，民事嘛摕足济钱去啊，结果馆长才停8万，用安尼方式，你做啥？你做啥物政商勾结工会？啊，郝龙斌嘛，同款啊！你138亿，和你收13亿嘛，才10%尔。所谓的自偿性计划，应该是你开偌济，上好是摕偌济转来。哦，那像咱西堤大桥迄，一定收费收到啥？收到有够伊所开销出去遐物件，遐钱。然后若佫继续收了，就是拢实赚的。安尼才叫才是叫自偿性计划。我们像我们高速公路同款嘛，是安尼高速公路40块拢袂使去，唔敢去。因伊也去大家反对，因啥已经收到有够啊！迄阵做高速公路是开偌济？250亿，250亿。我会知分的册内底，迄篇文章内底有写，预算就写250亿吼。啊，伊即摆收到单不止2000亿啊！伊敢去无？啊，照道理是应该阁减落来，吼、哦，爱阁减落来才对。吼、哦，类似即款的物件，迄是资本收入，吼、哦，迄是自偿性的，啊，有的是非自偿性的。啊，为什么港埠设施也要轮船，也要飞机，也要消费？就是要，这是自偿性的计划、哦。有些不是自偿性的投资，比如说盖一个学校，哦，完全是补贴这个学生。但是教育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再多的钱都要搞教育，都要把教育办好，这是我们将来的原则。花再多的钱，我们都要把教育办好，让每一个人真正启发他的智慧。和有创造力，这是咱的目标。咱绝对袂该束缚伊的思想，伊可以，伊会当天马行空，哦。但是我们要规范他某些行为，比如说不能够这个违反台湾的法律，不能够违反台湾的宪法，不能够违反台湾基本宪法，跟不能够违反国家利益的原则之下，你可以天马行空，你可以骂总理，可以骂主席，可以骂谁都可以骂，哦，弄个塞咩？但你袂使违反国家利益，你要违反国家利益，你就犯法犯罪，一定要绳之以法啊！呢啊，所以这个情形之下，哦，咱的教育是绝对是开放的，开放式的教育是启发式的教育，父母一定让我觉得创造力发挥伊的长处，哦，一旦发挥伊的长处，一旦伊个人啊发挥伊的长处的时，咱这个社会的朝气蓬勃，对不对？像即摆死气沦沉沉，然后这个社会因为歹人，咱就甲惩罚。大家拢行为端正，啊，人甲人中间就足和谐。这是咱1935到1945年，咱台湾人的公营，咱迄个时代就是安尼，吼、哦，无差啦。我细汉时阵，阮兜拢毋捌关门，吼、哦，啊门嘛破格格，吼、哦，门破格格，狗嘛当两只，吼、哦，类似这款情形，所以吼、哦，拢免烦恼有差啦。结果哪大汉差啦哪济，吼、哦，坐到尾吼，差袂破门唔得换，吼、哦。嘛都要收起来呢，这是资本收入，过来的债务收入。咱头先讲，如果量入为出料，啊，是量出为入为先，无够钱的先，那你叫啥？发行公债，啊，是用贷款。但啥？等你量入为出有出呢，才去行，才行负债。所以我第一次财政局长是1.5年是上艰苦，各管区拢增加负债先，我再还负债，哈、哦，还前人的负债。这就是这个财政收入哦一部分啊，支出诶有经常支出，头先讲来讲人事费啦，有诶无诶，这啊个资本支出就是讲做建设诶吼，过来就是这个税务支啊，这是税务支出啦，是税事啊，叫做税事支出或者是税务支出，哦，这是啥呢？很出奇，咱即摆奖励投资条例就是足典型诶税事支出，甲你减税
免税，吼、哦，鼓励你去经营。啊，但是咱将来唔是要对工商界做减税免税，咱是要对农业的，农业的迄个农民呐、啊，吼、哦，专业农家，吼、哦，小农嘛无要紧，大农嘛无要紧，咱拢爱家做一挂税制支出，会做啥？只要你做的是有机的，没有化学农药的，没有化学肥料的，是有机的，我们就可以给你做些某种程度的补助，让咱每一个国民吃的东西都清气想，清气想。然后这接受这个补助的人，他的稻田周边的道路有的没的，环境都要给人整顿好，不可以有什么垃圾啦、塑胶袋啦、哦、纸张啦，到处乱丢的现象。哦，农民这方面，一种植的物件产生出我们所需要的氧气，那是公共财啊，那是公共财啊。过来，农民伊本身所生产的物件是清气的，提供每一个人健康的基础。啊，所以呢，安尼先，咱应该会不但爱给奖励，爱给鼓励，哦，啊，所以农民伫咱地基中间绝对无啊扣税。农地继续免税，像德国安尼，因为伊提供吼，本来咱那个用钱啊买伊的氧气啊，伊若无种，大家拢卖种，农林渔牧对吧？大家拢卖去种树啊，大家拢卖去种菜，卖种草，咱氧气有够无？无够，因为破坏嘛，哦，农业林业地区会破坏掉，好嘛，氧气嘛无够，哦，类似安尼，所以就是讲为了这个景观，哦，咱大家来个增加哦，赏心悦目，一片绿油油，足水的。你赏心悦目，你心情爽快，你做代志啥？哦，撒撒叫，精神足好诶！吼、哦，思考嘛，佮足清楚诶、啊。决策决断的心吼，嘛正确。啊，结果你就赚大钱，啊，你免讲付这钱好啦。啊，所以这付钱就讲，咱的税收支出爱对啥？对补助这个咱的专业农，小农、大农都一样啊。只要你专业农，我能给你补助某种程度的补助，比如低利贷款，低利贷款让他怎么样？能够在一块三分地的农地上盖三层、五层的这个农业生产的这个设施，那盖三层的时候又变九分地啊，那盖五层又变一甲五分地啊，按那些规模生产、大规模生产利益就产生了，所以可以加惠我们每一个这个citizen 就公民啊，加惠我们每一个国民啊呢，哦，这是咱将来一定爱做的，诶，随时是将来咱会废除。中华民国那种什么奖励投资条例啦，产生条例无为国家，哦，但是咱重视的讲农业发展，哦，诶，咱长远的未来，咱长远未来就是爱变做一个，甲日本变做一个邦联，所以咱农业啦做啊足好诶，哦，像是即个关系是日本即个关系是我多生产物件，诶，咱出口去啊，咱生产拢合乎伊需要规格，啊，咱去出口去啊，咱像一斤有机蔬菜，伊讲买一斤要甲咱买100块。咱都无回通回，才三分地咧种尔，甲种了同款，要去三分地啊，无再推广。为什么？因为伊用厨余去变黄金的时，用厨余去变迄个有机肥料的时啊，伊铁无厨余，因为所有厨余拢是台塑拢南瓜起来，环保局收起来厨余拢交台塑，一个月就变肥料，啊，结果迄个变迄个有机肥料的时，你若去种菜的时，菜果就生虫，干来当用种树啊用，种树啊用的，所以伊销路无好。我种树，我甲买500包，惊一条，有人买遍啦。这個、人买500包，看去看我种啥，看法讲我是他的什么，或者补助农户。我若要爱心，拢打折。啊，变啥？可能伊做了上紧，因为有机肥这里面啊，厨余变热变热，厨余这个东西变肥料，经过一个程序，日晒雨淋，吼、哦、啊会发酵，吼、哦，加三个月伊就分解啊，为6个月分解，为9个月分解。亚细卡高过的分解啊，会当变啥？变乌一地一地，变土，变乌土，变肥料。迄、那个放到啥？你种的菜内底，足清气上。迄、那个有机农场，迄做到啥物程度？我去看的时哦，过年吼，粉，迄、那个粉的物件就产生一种essential，那种纸吼，会当 deter 这个虫害。吼、哦，迄虫吼，想要加加薪，迄粉的时候，一片就袂爽快，伊就走无食。而且呢，菜果内底。有一丛去互加着，迄丛就萎缩，看起来就相对差，就黄酸汤。哎，老板就甲敲掉这块，当垃圾啦，去当肥料用啦。所以伊提供的是啥？上健康的菜，互你每一个人食着拢健康。所以得癌症的人就去买他的青菜，癌症的患者，
就是安尼对六十块，我破病五年前破病先，家己买才六十块，过来起啊九十块，九十块我就负担不起，我就无食，我家己种，吼、哦，啊我迄阵嘛开始会当种菜，啊过来甲八百块先，我嘛唔免催，因为我家己嘛有啊，啊八百块伊嘛生理好甲无血通买，啊啥啦，伊就是癌症患者，那环境污染太严重了，所以将来环保局、环保署一定要开罚，把遐污染者拢开罚，罚单提来啥，即个罚单提收钱来做建设，收钱来。来补助这失业的、散车的，吼、哦、，disable 就讲，那种小儿麻痹症的啦，啊，中风的啦，还是讲吼、哦、身体行动不良的这款的人，那一个补助，吼、哦，所以那取之不为过，吼、哦，就是讲你来破坏环境，我给你罚足贵的，可你唔敢破坏环境，吼、哦，安尼是咱个收这钱来，啊来做咱的社会福利安尼，这是合理的。讲到这就已经讲三项啊，过来讲新闻消息分析，哇，时间无啥够。哎，新闻消息分析吼，这个数字我头先写这吼、個，这就是第三项诶，优先顺序的排列，是不？啊，实际上我第一个数字讲加效益，从零开始规划，一直到这个计划结束，等于讲这个高速公路在完成，从规划一直到完成的先吼，以及开始。营运的时叫这叫大于零 ，V 零可能等于零 ，V 一可能等于零。比如说三年后呢 ，V 二也等于零 ，V 三也等于零，到 V 四开始收费了，所以就有大于零，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哦啊、然后呢 ，C 呢，这是开始的时候 T 零很大 ，T 一很大 ，T 二很大 ，T 三很大，过来的 T 四、T 五、T 六一直到 T 的先哈 ，T 大 T 的先哈。伊就较少维护费用，所以成本是安尼算的。啊，这個、效益咧，伊有一种就是讲可以计算的效益，就是讲头先咱讲大一点的。另外一个就是可以不可计算的，就看不到的景观改善，哦，这个物件爱甲做一评估。所以我是主张讲，卖讲景观的改善这个效益吼、哦，比你整体的这个可以看到的效益吼、哦、的一倍，的100%。或者80%，或者50%，应该顶离30%以下。安尼先哦，你这实质效益产生、直接效益产生的先哦，确实有遮大，啊，你才来进行计算。这安尼可能，假使讲这里足大个，啊，这里确实就大于一嘛。哦，所以这个值跟这个值，参这个比的时阵，哦，大于一为原则。哦，我底下写一个，这个东西等于 x，i。I 这里面就是说你的建设投资计划建设计划一二三很多嘛，可能到 N， 比如说 N 如果十个，那就一年有十个计划，所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把最高的比如说这是哦，这是 5.5、哦、这是 4.5、哦、这是 3.5， 这是 2.5、哦、这是 2.0 1.8、哦、1.6 1.5 1.31.2， 过来要11个计划啊，哦，十二个计划一点瑞，哎，这1.0呢，过来是0.9，接得不啊？类似啊呢？可是你预算哦，可是接走的先哦，这收入这各地高行的先哦，都你的收入是啊、1000亿，各家都1000亿都满啊，所以你这1.2你买舍弃，这里优先顺序排列原则。哦，这计划一、计划二 ，planning 一啊 ，programming 啊、哦，这 project 一二三四这样子哦，这是 program。这要你是干做高行尔，就讲十项建设，你基本来无够啊。结果你为了伟大，为了要啥？要好大时光，你讲哦，大龙港刷卡做落去，哦，大龙港评估安那呢？哦，今天会评估讲，以一本比2.5，哦 ，PV 这个。2.5 2.54，跟这份刚好看到，没有看到它的那个效益。不过人家出去吧，啊，拢木材啦，大众物资啦，吼、哦，迄、那个咱的玉米啦，还玉米啊，小麦啦，吼、哦，啊，是摆是摆伫迄个对台两港是吧？安尼，哦，啊，木材是摆做做一撮，哦，对台人啊来，哦，只要靠不离是吧？吼、哦，较早有足济大尾蛇拢伫遐发现，吼、哦，吼、哦、啊。外来的蛇足济，所以这个计划是失败。我迄间有讲过啊，哈，
这个计划是真失败的啊！但是伊就讲，就是伊迄当时一千亿要用尔先，伊嘛是哦硬硬甲这个第十个计划台中港去甲放落去安尼，啊就讲哎十全十美啊，结果一点都不十全十美吼，这就伊的缺点。啊，即个重点就是讲，因为咱这两天也是讲顶一边拢有讲，就讲效益安那评估啦吼，啊成本安那评估成本内底吼，我再发给各位的那个书，总共有六本书在外面流传嘛吼。他看完的时候，放书架遐，啊，人要参考的人在提看。伊内底，我有咧讲这个饮食价格的估计，足复杂的。吼、哦，而且内底我无讲就讲，这个R是啥？R就是市场利率啦，市场的利润啦。而且市场利率咱也无加上风险哦。就讲你只要执行这计划时，有可能啥物？拄着地震，拄着风台，啊，迄当阵。你这里破坏掉，那就行到这里、個，行到这里所在，这里所在，第 N 期的时候，哇，风台破坏掉，啊，所以导致你的啥，你后边修缮费足高呢。所以这里物件就讲，而要加上什么？你因为风险真正的而哈，真正的利率啊，变成爱加一个。利率风险呢？因为风险所产生的这个负担，哦，这额零，哦，加上风险所生的负担，这个额就变成要大一点。啊，额大额小，哦，额较大还是较小，哦，影响咱的计划。因为假使讲你这个年度真长的时候，你额较小的时候，哦，也消费足大，哦，啊，也成本啥啦，足小。因为一头开始嘛，不影响嘛，啊，后面的成本足少嘛，所以相对小，而的选择足重要。那看经济发展的迄个策略，中国是安那失败，印度是安那过去早期甲中国同款，拢发展无富。伫1960、70年代的时候，咱台湾一点发展起来时，因啥做了无？因为利率拢创啊足低。利率拢创造足低的时候，伊敢讲哇，我真正要经济发展的时候，我做啥？从事重化工业的投资，拢做重化工业。啊，咱台湾早期咱利率足高呢，因为中华民国政府来到台湾的时候，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时候，上悬的利率到偌济啊？到120%啊！你放100块落去，今年头放100块嘞，年底来领偌济？领220等，加。钞票收回笼嘛，安尼嘛，到尾在底下一直讲，感觉我读大学甲研究所先，才15%哦，15%，所以咱的利率是相对高，哎、啊，利率相对高的时候，咱就开始发展的时候，咱就发展什么？哦，较紧回收较紧的物件，哪紧回收哪好，哦，特别是咱台湾的企业家吼，就无钱嘛，啊，所以做拢较紧回收，纺织业。初级工业的拢紧回收，今仔做明仔载趁钱，今仔做明仔载就卖出去，迄款的物件上好，吼、哦、啊，所以就快速回收，所以咱拄发展的时阵做一寡初级迄、那个工业产品啦，吼、哦，整个发展途径不一样，这叫做就是经济策略、经济发展策略吼、哦，这将来咱的时阵，若真正有健康的时阵，咱这拢爱去上课，互大家知影讲发展策略重要吼，啊、哦，选择咱的发展策略足重要，甲成败有关，吼、哦。哎、啊，迄当阵是安咱来安尼做，嘛毋是讲中国啊外交，迄是美国的顾问来甲咱发落的。美国的经济顾问吼、哦，一直都有，我们一直都有美国经济顾问来帮忙。比如说，我在 Hopkins 的这个指导教授叫贝尔巴萨，他是九十个国家的这个九十个国家的这个经济顾问呐、啊。啊，伊若无死，可能会摕诺贝尔，啊，都可惜，伤拍命。伊迄个匈牙利的难民啊，足拍命。啊，65岁就死去啊！哦，啊，我因为安尼，我博士论文要不完成伊就死，啊，我博士论文不能完成，就是安尼缺点。啊嘛，无法度，迄是命，就是安尼。等于讲发展途径是啥物呢？你这是初级产品，还是讲这个次级产品？就是讲迄个加工，哦，啊，这是这个重化工业。你要安尼做，还是要安尼做？途径是不一样的。这是劳力密集，
叫做劳力密集。啊，这边是资本密集，产业不一样，所以你如果一个落后国家要发展的时候，要先发展这个东西。哦啊，单干有一天你的资本哦，累积到某种程度，你再发展这个密。啊，这边已经有知识密集的物件，哪里是 base 的这个 industry 知识密集，哦，这边已经产生到这个物件，来来。所以同样，你生产这是，怎么？这两天在跟你上经济学啊，那这是 isochronous 等产量曲线啊，是讲这里了哈。哦，你会当生产伫遮这么多的重工业，这么多的轻工业，也可以生产在这个地方。你的技术上，这都可以选择的。所以你要在这两个做选择，这两点做选择。哦，我们是选择这一种，咱都开始先选择这款的做法，先做较侪只。啊，较少这款的米，哦，啊，慢慢才有什么中钢啦，哦，遐物件。但传统的物件，就讲 public utility， 哦，中油啦，啊，是迄个台湾电力公司啥，迄就是较俗些啊啦。啊，但迄当阵咱足少的，足少这类物件，哦，啊，早期咱是先发展这，啊，才慢慢对这安尼，叫做产业升级，一步一步升级到这个地方来，变成这块 knowledge base 的这个 industry， 哦。所以产业政策是将来咱的经济部长爱去用心去想的，爱一定爱懂得经济发展的理论，哦，就你当前的经济能力啊来看问题。哦，所以就讲第五点、第四点，个别计划的取舍，就是这个优先顺序排列了哈。过来第五点就讲计划取舍后替代方案的分析，哦，就头先我讲讲，要做一个。迄个淡水甲巴关渡的，甲迄个巴黎的桥，也是要加强轮渡，哦，这是一个真大的选择哈，哦，这個，方案啊呢。所以预算书内底吼，唔是像咱即摆呢，咱即摆不管中央预算书、地方预算书，我看足济啊，拢无看到替代方案。啊，你预算筹备原则，拢有讲爱提供替代方案呢，但我毋捌看过。好，哦，那我看过那苏瑞西里就盐务省的这个预算书，它每一个计划都有替代方案。就是地下水下水道，就迄款叫做人讲卫生下水道。卫生下水道的时候，就咱来看讲啊，这个一项工课尔，那有什么替代方案？伊嘛有写一个替代方案，这很清楚哦。啊，好，迄个市政委员去做选择，安尼，你表示讲咱工作人员足认真呢，足认真思考哦。所以结果来讲，那你预算筹编是安尼，这问题。执行要怎麼執行？我頭先講就講1999年到2000年一年半的這個1999年下半年跟2000年整整一年這樣喔，那個預算要怎麼執行？你一變的時候555億，啊，實際上執行能力是480億，啊，真正的預算390億，一欠欠165億，我要怎麼做？我這次變成說我財政局長要負責讓它平衡啊，啊，所以我就一开始我就把主计主任找来，问讲：“哎，老兄，夭壽哦！这390亿，管理讲要开550亿变啊，他欠160亿变啊。”因为我嘛唔知呢，啊，我讲啊，你唔是主计室出来，吼，哦？因为我唔知，你看你要安怎做，我就安尼讲，安尼讲，我讲，咱两个配合好势，拜托你加支持。我要把预算分三期，叫各单位。伊只预算提转去看，已经通过啊。管理员已经管理会已经通过啊。家己提看看伊本身伊所编的预算是安怎？伊看哩未看哩？吼，哦，叫伊提分三期做，想迫切需要的在第一期，第二个迫切需要的在第二期，不必要执行的，可能今年内这里一年半年内可能不是那么压迫感的，不迫切需要放在第三期。咱即摆来。这边两期的时候，差不多480,000，哦，上期480,000，啊嘛才砍890,000，啊上好是吼，这边两期的时候，都是390,000内底啊，390,000内底啊，啊咱就袂负责啦，哎呦嚯嚯，啊我就怎啊，我们两个就狼狈为奸了，就开始朝你一个计划，给县长看，说我要跨世纪建设，啊，我们李秀莲呢好大喜功。我要跨出去建设，这你们这样做什么可以？我报告县长，你吼，你要委托人负责哦。到时你来负责，真正165亿哦，
你总统梦没有啦？我这足直接的哦，这要害哦，打中要害。哎呦，这还可还得了？你是想不想要做总统啊？我你就没有机会做总统，人家咧攻击讲，哎、欸，你做馆长哦，你搬来这就讲亏空165亿呢，你安尼一张做馆做总统，不可能啊，不可能啊！用好了好了，那你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嘛，我管得着啊，怎么发布消息啊？就哦，记者嘛，噶叫伊报道报报道啊，管得怎啊噶？先会咧，你就将我的方案就提出来。每一个单位较紧的，第一期要执行什么？第二期执行什么？第三期执行什么？吼、哦，提来先，我看会整一个吼。果然第一期是不是150亿左右？第二期偌济咧？我们差不多100亿、150亿左右。哎、欸，第三期偌济？剩下就是第三期了嘛。哎、欸，有执行也好，没执行也好嘛。哎、欸，啊，就剩啊啦，就当去幸福者啊，你知不？哎、欸，所以爱有手腕啦，执行就是安尼啦。哦，啊，我要来执行，即种。一年要编预算的时候，我就知影咧。我去迄年的预算是人编好，叫我去看咧。好，即到会的时候，就开始要把预算送到那个议会去了。我4月5月就开始啊，我去找公务局长、建设局长、警察局长、教育局长。我讲欸，公务局啊，你罚单开出去，吼、哦，你要开偌济？我你过去，当年罚单开出拢收偌济？收这一零零的歹看嘛？300万的、200万去走了了的，这比赛后摆拢爱检讨，吼、哦、啊，所以你增加，你爱加编5亿，吼、哦、啊，警察局咧，较收就收偌济罚款哦，都违规罚款的啦，交通违规罚款，啊，啊个路边停车收费，各位啊，5000个亿一年收偌济呢？收5000、5、6千万，5、6千万，啊，5、6千万内底啊，净余额、净盈余偌济？1000万左右，啊，从哪提到？警察局长、副局长。督察，吼、哦，啊，搁在各单位交通大队大队长，哦，副大队长，啊，个队长、中队长、小队长，分去5、6千万分了了，分个剩一千万，我这样不行，我要重新规划路边停车收费，我得去算，我得去中立去同去调查，啊、哦，市内较市区的拢去调查，有偌济空间，叫路边停车管理处对我去。你估计一下，新屋可以停几个？哦，大人可以停几个？中立停几个？啊、哦，桃园停几个？一试过，哎、欸，局长啊，这算起来不得了哎，大概有3万个哎、哦，3万个，一年一个一年的薪哦，哪敢收我这？收3万到10亿啊呢，高亿啊呢，按收10万呢，哦，30亿，用局长是不得了，我们平常。只有我们多少？那迄阵我入的薪才偌济呢？差不多1000个停车位，1000个停车位。啊，议员拢足济停车免费停车证，每一个议员甲牵线开车拢免费停车证，所以才收5、6千万啊！哦，我若无免费停车证，人台北市议员拢无免费停车证，所以我甲议会讲，我人台北市议员拢无免费停车证，干咱才有免费停车证。啊，搁说啥？你牵线开车，哦，亲戚朋友拢会当摕到免费停车证，安尼要收哪有钱？那无迄个免费停车证，车会当收一个位车停会当收偌济？吼、哦，一年车收10万以上嘞，吼、哦，啊，人认真收嘞，嘿，可能收2万到3万啦。所以按那个省内先吼，至少有10亿能收。哦，我就足欢喜，我就开始规划，开始做、哦、啊。吼啊，警察局先叫伊一定爱啥基层警员要抓违规停车。哦、增加罚款。啊，个啥？机车45万台，当年拢超过偌济台来检验呢？当年拢超10万台来检验，35万台拢伫外口咧乌白溜。啊，我讲，每一个重要路口都要什么？是什么？检测站，检测站如果检测不合格的，要罚他3000。啊，都35万台嘛。啊，那是有20%就7万台啊呢？7万台一台收0.3万，啊，偌济？哦，2亿外呢，啊，都安尼停，安尼停啊，我停未少钱啊，啊，但是呢，警察局要不要配合？哎呦，这个是得罪人的耶，我这议会骂我诶，警察局长安尼讲，议会敢骂呢？因为骂我，你拢讲迄财政局长讲诶啊，哦，拢我要求诶，哦，类似安尼，所以我迄当阵，当然迄个非税收入哦，增加过来，
人生推动的结果增加过来。然后过去罚款吼，我逐个月开一届会，各单位开罚单的过去罚款拢来，吼检讨啥呢？你为什么这个月减少5%以上的收入？哎、欸，比起去年减少5%，提出检讨。哎、欸，为什么增加5%以上的收入？哎、欸，你报告一下给大家知道，你的经验分享。哦，啊，大概会开会回压力啊，追究公务局开那个300万呢，要赶快追回来。哦，那300万大条啊嘞，未使叫伊走。哦，啊，给紧一条啊，然后叫我们会从警察局用警察局代表来。哎、欸，我。这借着好了，你甲公干部局跟了了，啊，要去收钱时，你对去，啊，叫恁内底人派人对去安尼，啊，300万给收起来，哇，财政局也做歹做呢，得罪人呀。所以哦，后来我卸任以后，林向凯是我的学生，他要离开高雄市的财政局长的位置的时候，他推荐我接任，啊，高雄市的议员拢不爱花去啊。我现场说这个人不给他来，啊，后来陈水扁上任了。他上任八年里面，大概至少有4次、5次人推荐我财政部长，嘛无人敢话去。但我讲，咱将来咱都需要咱的，不管咱的参议员还是咱的行政院，爱像我安尼做。啊，你民众的服务才会做得好，民众福利才会得到保障。哦，今日讲到这就好，因为时间到啊，谢谢各位。